紧张啊！佢嗰阵时唔想温书都可以考到五星星啊！我即激死咯，即系咁样讲。听过最难听嘅打气笑话系咩呢？尽力就得咯，好大压力咯咁样。话你都未尽力，你学咩人讲话你已经尽咗力啊？自己努力咗，但系佢都唔觉得你有努力。我阿哥成日话唔使咁紧张啊！佢嗰阵时唔想温书都可以考到五星星啊！搞到我更加紧张，我即激死咯，即系咁样讲。最难听咪，因为我读音乐，跟住人哋话音乐好容易读啊，求其考出咪得咯。你最惊考试嘅时候出现啲咩突发嘅事？全部不断散物啦，戴头盔、戴头盔，好大 carry 机。listening 嘅时候用嗰个 radio， 成日会惊佢收唔到。咁我嗰下我究竟应该冲去另外一间房定系继续听？我惊自己 miss 咗嗰啲 panic 咯，真系咁样笑咯。考中文作文拎计数机啦，系咁加纸咯，加纸加纸加纸，黐线啊！一个作文写十张纸，真系好妖敌啊！我觉得。跟住到好攰嘅时候，啲咩减压嘅方法啊？排就喺度玩动心咯，即系都几舒压噶。煲剧嘅时候就系我呢个时间最幸福嘅时间。如果有样嘢可以提升你嘅专注力，你会唔会想试下呢？之后啦，就问下你一啲 IQ 题，睇下有冇醒脑咯。咩国家系唔需要用电噶？肯定系非洲啦，埃塞俄比亚佢哋都冇电器。边个？中国咯，假噶嘛。系第二个字系电嚟嘅，咁国家冇电嘅咩？中电，电，系啊，冇错，系啊。我觉得即时醒脑咗咧 ，obviously 啊。快爆嘅 energy 能量补充剂含有维他命 B 群，可以提升集中力、消除疲劳、摄卡路里同埋不含糖分。咁所以头先咧就转数转得快咗，就答翻咗问题啦。佢都几啱我哋呢啲怕肥嘅女仔。饮完好似叉足电咁样咯。读书读到攰嗰阵就可以饮呢支嘢，咁就为自己充电，咁就继续努力咯。祝各位 DSE 嘅考生唔好俾疫情影响，加油啊！你哋实入到 A1 噶，博尽无悔。我哋大学见。我哋就嚟完噶啦，我哋一齐加油埋最后一段啦 ！DSE 唔惊，加油！平时唔够精神点算好 ？Five Hour Energy 能量补充剂，细细支57ml就可以消除疲劳，提升集中力，而且只有4卡路里，仲不含糖分，啱晒注重健康嘅你。无论温书、考试前定平日工作，每日 keep 住饮，帮你保持最佳状态。仲有丰富奖品等你拎，记住 like 埋佢哋嘅 Facebook， 咁就唔会错过第一手资讯。